部长室里面的学生大概有19位这样子，然后是高中生吗？高中生大，还有几零星大概个位数是声援者，对，然后有19位，大概十六位是高中生这样子，然后他们是用椅子跟那个网路线。用线捆绑椅子，然后椅子堆，然后把那个部长室的门口堵住，就占领教育部长室这样子。然后警方派出霹雳，然后霹雳直接破门。然后现在知道状况是部长室里面的人被清出来，是原本是压在大厅，然后里面有个状况非常严重，是说因为警察把他们的手机全部没收，包括记者的手机，里面有3个那个自由时报的记者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原本新头壳的记者，就是林宇佑，他也进去了，但是他被拉扯相机，然后记者也完全就是断讯。那因为每个门现在都有群众在，都有群众守着，所以说警察他们现在到处把人群移，把压制的那个带，就是也没有带，就是压制的群众，然后原本压在教育部大厅，然后刚刚有消息传出又压去外交部，然后又压去内政部，因为警察一直不知道晓得要怎么把人从哪个门运出来。开放新闻对不对？尊重新闻对不对？不要带走新闻，不要带走新闻，还给我们真相。解除束带，解除束带，放出学生，放出学生，解除束带，解除束带，站起来出来面对，站起来出来面对。然后在里面被带来带去，然后现在状况是他们有6个人被上了警车，然后那个6人坐警车可能是被带去市保大，然后现在目前也其他的人状况还不知道在哪里。教育部违法在先，然后现在又带走我们的同学，那些同学都只是高中生，还请霹雳小组来。我们的诉求，警察立即释放学生，教育部长出来面对。我要叫高中做的意思。向学生道歉下台。第二点，退回黑箱洗脑课纲，如果不退回，不排除再度集结。谢谢大家。